我想问机器爱是如何养成，我爱的快乐自然在不停灿烂中国。我想问机器的爱人如何训练，爱情的歌曲怎样的分，这些问是否我每天问。到那场回放是不外他每次他好好记录我可以依靠，他很有小感动谁都想要，你很爱吃的多少地球每一分每一秒有人需要做到，骄傲在不在有太小看到我们达不到。我想问机器爱是如何养成，总得有一个过分了无套的爱眼神。我想问机器的爱人如何选择，甜蜜的我们怎样的分，让我们不再做冷淡的。我想问机器爱是如何养成，我爱的他要怎样才不会再慢吞吞。我想问机器的爱人如何生存，爱情的歌是怎样的分，只是问是否我每天分，爱情是否感冒，我的心也太小，感觉真好好奇妙，爱神也感冒，我知道别你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星期五练习生，我们是极夜家族。大家好，我是妈妈很喜欢自驾游的陈思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哪儿有好吃儿就有我的贺峻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想给大家露一手的张真源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希望暑假能睡到自然醒的丁程鑫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一放假想出去玩的陈喜达。大家好，我是旅行一定要拍很多照片的马佳琪。大家好，我是不喜欢一个人去旅行的刘耀文。大家好，我是出门旅行喜欢穿不同型号袜子的李天泽。大家好，我是很喜欢来重庆的宋亚轩。哎，大家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自我介绍都跟暑假假期有关，还有旅行。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星期五练习生的主题是理想假日。之前呢，我们假期的话应该就是我们的暑假，然后呢假期应该印象深刻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起集训吧，然后呢就是去南京还有北京。所以说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个箱子了吗？箱子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好，之前呢就是说大家都单独跟工作人员聊过了，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就是说大家都有各自的秘密了，谁也不怕谁了哈。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的名字叫做台风大爆料。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台风大爆料这个环节。好，话不多说，直接好好，那我开始抽了。来哼，某人睡觉蹬被子，谁蹬被子？我们这里全部人都蹬被子，都蹬。不，我没有，差不多吧。不，我没有蹬被子这个习惯。我觉得很有可能像张真源这种，就会蹬被子。没错，我觉得他还好。我觉得张真源肯定是要蹬被子的那一种人。我只是，可能睡觉比较喜欢。叫活泼，比较喜欢。好，下一条，又是张真源。
什么东西？张真源睡觉不穿睡裤。哇！厉害，你可以哦，可以。我觉得这是编的。这个的环节的名字叫做真心话大爆料。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来说一次吗？你来说，说实话哈，在那一天，非常热闹的一个晚上，我们都睡着了。没错。然后我一个人起来上厕所，然后回到床上翻开被子，掀开被子，发现了张真源没有穿睡裤。不是，我觉得我们家族也有人不穿睡裤。有吗？我们都是不穿睡裤。我是唯一我们家族的学的。谁呀？谁？没有啊。讲出你的故事，来我的访谈。谁？你就是你。我这个不能确定啊。其实就是陈喜达。像好，现在100%就是陈喜达。把这个话题先过。好，饶你，饶你。下一个。天泽，你睡觉会讲梦话，出去住，等别人睡着了再睡。不是挑时间，这个是谁写的？你讲什么梦话呀？不是 我睡着了，我怎么知道我讲什么梦话？你这个问题问的有点。这是谁写的？啊，对，这是谁写的呀？看一下呀，我某人。这上面没有写谁写的呀？某人写的。好，这个问题是一个谜。这个问题留到下一个谜，这是个谜。我要去调查。列方程受 x。啥？受为未知数。哦对，刘亮文讲不过了，哥。啊，有一次，刘亮文晚上哦，就是我们玩得很嗨，然后就回去打了打游戏，然后刘亮文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开枪啊，开枪啊，在干嘛呢？啊，闭点安包啊，重庆话，重庆话，闭点安包，你们在干啥子？是这样的，没有错。对，快开包！当时我们全部人，当时我明明睡着了的，然后我震惊了，咋的了？笑到睡不着，他要踢你，关键是要给你一脚，然后你醒了之后，哇，队友好坑啊！好，下一个问题，下一个。天泽的闹铃是忐忑。很好。这个我也有故事要讲啊。有一次我就是比天泽先到重庆嘛，然后我就问他，就是可能是10点过的时候就问他，哎，天泽你在哪儿呢？他说他刚下飞机。然后我就说那算了吧，那我就不等你了，我就睡了。然后他说那好吧，你睡吧，一会儿你将听到你的门外有忐忑的声音。我当时我就吓懵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你在群里面发的消息？不是，我跟他单独发的消息。群里面也发了消息吧？对啊，能听到。你说我把门关了，怎么听不见？然后天泽就说我拿一个收那个音箱，就是拿在门上放。音箱放没有？没有。然后我的铃声这么有名吗？然后哇，没错，忐忑都知道了。没错，但是作息时间很规律。对对对。对，就是忐忑。起得很早。其实是我写的，因为天泽就是有一天晚上。就跟我一起睡的嘛，然后就哦，这个我就睡来，发现这边没有穿睡，睡的还是挺早。然后第二天，我梦到和我的鸡腿在一起，鸡腿的时候，就有一首歌让我觉得很不安，很不安，很不安。哎呀有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陈喜达。一张床都塞不下他，是这样的，没有错。对，是这样的。因为陈喜达长得比较高。哇，就是对比较高。但是这是谁写的呢？是谁写的这条故事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不是我。谁写的呀？谁？是不是你？你右边这位。是不是你？啊，没事。
我猜的好、哎、真的、啊、就上次我去酒店嘛，不就、哎、就我们本来是打算一起的，然后喜达过去就发现他太高了，然后床太短了塞不下他。是不是因为他腿太长了？对，真的腿就露一截在外面。哦，难怪他睡觉不穿裤子。肉多嘛，肉没事了。又是下一个，哎，都要抽完了。没有了吗？还有，还有。哦，还有。想不到宋亚轩还有一个隐藏技能是象棋。来，来，我数三二一，大家一起说你会下象棋，用那种疑问句。三二一，你会下象棋、啊。来，请我们的当事人宋亚轩来说出你的故事。就是在北京录音。棚那里就是有下象棋还有打台球的那些娱乐项目，然后我就跟敖子毅下了一局象棋，肯定没有下赢我呀，然后还是中间小马哥教了一下我，然后也没有下赢，一不小心就把敖子毅给下赢，一不小心。要不是我一大大一让你吃掉了只剩个帅，你会赢吗？说得好，下一个，又下一个了，都要出来没有？这么多。好，耀文，下次出门不要带800这么多现金，不安全，哥请。哎呀，不安全，放我这儿。不，耀文，你什么时候带了800块钱出去啊？主要是我想问是谁说的，那以后他是要请我吗？就是哥几个都请。我这个是谁说的呀？第一次出远门的时候去南京哈，然后就我妈说，多带一点。钱会比较安全。然后就给了我800块钱，然后回到了家，我妈说用了好多钱，我说没有用，带走了800块钱，带回来900，带回来900。这个爆料是谁的？谁写的？为什么老是喜欢看我们这边呢？没有，这个问题是谁？我要说一下，就是刚才耀文说这个人是不是要请他的时候，我看刚才马亚琪点了一下头。哇，那谢谢的哟。真相呼之欲出，就是马亚琪，是你选的妈妈。真相永远哎呀，是的，哎，给哥哥。为什么要选这个？马大款，大款，啥？家族好哥哥，国服第一好哥哥。小马哥打台球姿势很好看，但是技术没有姿势好。马是好、啊，这个我自曝是我写的。因为有一次我确实被他虐得很惨。还有我。哎，别说了，都打不过我，输了三眼。公司打台球打得最好的是谁？我是张振远。是张振远。是张振远。隐藏的台球手。谁呀、啊？圆儿、哦、张振远打得很好，真的还教我打，看不出来呀。对，会打一般的高人几个，你会吧？其实你们都打，会啊，我也会。上次就是我们两个把他打，对啊，那啥的呀？对，我挑一，我也会。你不会？爆料，爆料！走了，等一下肯定会被三爷第一。一会儿先跑。下一个，最后一个了哈。哎呀，最后一个好感人啊。四旭不喜欢太吵闹的地方，但是一个人待着又怕鬼，下次害怕就直接跟我说吧。这条是谁写的呀？写的好，好感动啊。这个我了解了。选择你在，这个是我的。作业是什么？选择对，我就是想说，就是思绪有时候你要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就害怕的话，可以给我发微信，或者咱们俩打游戏都可以。我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。好，爆料就完了。你们满不满意啊？你们得哦，所以肯定他们等一下会来找你。对，会找你。你想好大家不要找我了。你想好？不，这个我是你女神。你要罩着我。哦，看我心情，我心情好，就可以。但我现在心情一般般。不欢迎的朋友回到星期五夜时尚，现在是。
现在是我们的游戏环节，台风摔跤网。游戏规则：想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得游戏规则。对。我觉得就你第一局就你上就比较不错。对，你上。我觉得很。我觉得很可以。好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三个选择：一，你一个人跟陈喜达单挑。好，还有二，你一个人跟我们九个人。对。啊，还有第三个选，好，第三个选项。我很看好你。我很看好你。我压啊不，我们很有钱，我要压500-1。压给谁？压张震岳。好，压给张震岳。X。不是对拍，来吧，你再不认真，再不认真就可能变成你一个跳舞。摔跤吧，兄弟。干嘛？对，谁输了就先跳完。火车。我今天晚上。对。哎呀，那我也可以。哎，没事，还有人要玩这个输了。快一点，给你们10秒钟，分不出胜负，就每人欠我500万。我们的张震岳选手不负众望，拿下了第一组。第二组。可以答呀。马嘉祺和陈喜达。你是我们这组唯一一个能跟陈喜达抗衡的人。退出。3。就是轻一点。来，双方选手。先换个嘉宾。3、2、1。看看现在在观察对方的实力，还有弱点。陈喜达先行能够做出试探，还退回去。陈喜达是在试探对手，他旋转。这位陈选手，请你拿出比赛应该有的态度。小马哥，我跟你说，趁着这种时候，打倒他，撂倒他。我起来，你让他输，你脑袋地下。请拿出你的比赛态度。快，好机会，倒过去。好机会，小马哥，上。好机会，上。一。快，再倒一遍。这仿佛不是一场摔跤比赛。我觉得这场胜负不用比了，小马哥完败。1、2、3、4、5。没有到四，没到五，再来一次。3、2、1 ，Go。男的吗？我是。赶紧快一点吧。快一点。那就算一局平局。1、2、3、4、5，比赛结束，陈喜达是吧？那么第三组，那就耀文和雅轩。能不能快一点？对，限你们10秒钟内可以结束战斗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可以快节奏的来，相信你们。1、2，反抗。等一下，我觉得等一下，我前面这两个选手都暂停，下了擂台，他们打得太激烈了。好，刘维先躺下，现在场上站着的唯一最敬业的选手。没事，再来一次，再来。3、2、1，开始。站远一点。加油。那你可以顺势躺下去。又来。双线选手
发现的是他，这是一场激烈的擂台战。他们是在跳舞吗？三二一，开始！平均每人500个俯卧撑。谁拿？干嘛？这是谁？好，五四三二一，上旋，上旋输。我毛思义裁判宣布辽文选手获胜。下一组，天泽和思绪。这是一场力量不对等的对抗。三二一，开始。这是有礼貌的表现。他们握手言和。他们开始谈判。看起来谈判的很和谐。休闲裆部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场擂台赛。你们真的要实力组合？要把自己的对手从擂台上提起来。最后一场。不是。我没有信心。不，我没有信心。好，我要上了。加油，加油！你们两个先上垫儿吧。假装比我拿到的力，不是我被你拿到的力。然后就翻起来。好。来，不要怕。来。虽然我是场上最强玩家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假装。二、三、四。这可能是个局。没有，我宣布输的人获胜。好，现在我宣布一场世界十里都选输的比赛，张震岳对战陈喜刀，现在开始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十秒钟，一分钟绝不是胜负，每人500个俯卧撑。能不能来一场激烈的？先喝杯茶。就不能像我跟丁丁打的吗？对啊。虽然他没有遵守规则。你根本推不动喜达，天哥。天哪，站在那推你都推不动。天哪，发力。快点儿。快点儿。快点儿。张志远比你大，不要想着他比你小。他真的比你大。挑衅你哦！你还不公开？张震发出了沉默技能。那我们报仇。对对对，报仇。所以要把爸爸。谁还给赢了就报另外一只。我觉得还是保险比较靠谱。哎我。哦。张学良根本搞不动陈启达。就问你们能不能好好的。打不过呀，我也打不过。哪有打不过呀？我跟你讲，竟然十秒钟没分出胜负，我跟你讲。回到公司再说。没买车。你们两个抱在一起，抱在一起干嘛？九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不对。啊！张震岳继续留在场上挑战刘耀文。张震岳是擂主，快点！擂主张震岳挑战与他实力相当的相当的刘耀文。
来，比赛三二一，开始。干嘛？干嘛？我坐着可以吗？坐着也很犯规哦。你一只手也可以啊。六个，我一只手真的是六，五四三二一，四场没有没有没有，五谁呀？五，他在跳舞迷啊，快点，把他搞定。你看他这个脚。一，张俊元胜，走擂成功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张俊元挑战丁程鑫选手。哦，挑战陈思旭选手。又是一场实力相当的比赛。来，双方认真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那你们还不如划拳这样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五四三二一，丁程鑫胜。好，我宣布本轮游戏获胜者丁程鑫。那我们台风。那我们台风摔跤王冠军。冠军丁程鑫。好爱有今天的你，想念着每天的你，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习，多希望你在一起，不管今天心情急，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。好爱有今天的你，想念着每天的你，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习，多希望你在一起，不管今天心情急，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。
翻看我们爱情故事里的第一天。我想打个招呼，说说当天的话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全身酸的脸？才刚分开就猜测你在想什么，要什么。第二天你准备好了没？要不要我打电话给谁？口中唱着无所谓，担心的希望你陪。Go ahead， 出来吧 ，Make you feel okay。第三天上个下棋，随便你。穿上你的脚跟床，开玩笑，没事利用上你一定懂我的心。穿上我的 Nike Khaki， 不是臭屁 ，Got a new my baby， 第一次的机会要追求完美，你一定会听我说天天。今天的你，想念着每一天的你，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馨？多希望你在一起，不管今天星期几，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。How are you 今天的你，想念着每一天的你，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馨？多希望你在一起，不管今天星期几，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。昨天你三次出局，今天就想着延续，没你再有些落寞，真的有些话想跟你说说说啊。到底要不要我再说，要不要我再说，要不要你真的来了解我，一起生活一起发火，不能自我，不要我先我说先我啰嗦。第五天口角真的没必要，可是 baby 我会安抚其中所有的需要，喝着一点 crystal， I make you go out， 但今晚绝对不会放放放放放。六天五夜的旅途差点被模糊，现在心中想的都是几个你，又有几个我，今天我们看到了脸，又各种 battle SNS。 现代浪漫电影不太多，生活里寻找感动，故事里只要你和我，反复的不停不说。 How are you 今天的你，想念着每天的你，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馨？多希望你在一起，不管今天星期几，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。 How are you 今天的你，想念着每天的你，你和我是否需要一点温馨？多希望你在一起，不管今天星期几，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，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，想念你慢慢变成我的呼吸。
本期的星期五练习生，我们是体验者组。好了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妈妈很喜欢自驾游的陈思旭。啊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哪儿有好吃儿就有我的贺俊霖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想给大家露一手的张真源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希望暑假能睡到自然醒的丁程鑫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一放假就想出去玩的陈喜达。大家好，我是旅行一定要拍很多照片的马佳琪。好子毅。大家好，我是不喜欢一个人去旅行的刘耀文。大家好，我是出门旅行喜欢穿不同型号袜子的李天泽。大家好，我是很喜欢来重庆的宋亚轩。哎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自我介绍都跟暑假假期有关，还有旅行。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，星期五练习生的主题是理想假日。之前呢，我们假期的话应该就是我们的暑假，然后呢假期应该